好，大家好，下面呢我进行形体这个首位组合的简单的讲解。首先呢我们就是对八点，左脚在前，那么首位我们已经学过了啊，就是按照顺序，注意首位之后呼吸之后收回，然后下面是二位，举外面的手五位，再经过二位换手到五位，打开七位呼吸到中间站成一位，然后注意我们要做一个摆动和绕环，举起来二位三位到额头的位置。好，这里要稍微发力一点，手心向外翻转，再次的回到三位，打开吸气呼气收回，再来一次啊，二位三位画圆翻掌回到额头，再打开七位，注意小臂和肘部对齐呼吸。好，注意在第二遍呼吸的时候我们要转向一点，在这里呼吸边角，然后45度角度做这边的首位。好，做这边的首位，回到七位收回之后还是一样的动作，二位五位，经过二位再到五位，落六位开七位，吸气到中间这里，呼气收一位脚，然后是单臂的摆绕，举到三位画圆翻掌绕到额头，打开呼吸，单手回来椭圆形的手臂向前向上举起来，摆动绕环，肩膀要放松翻掌，打开呼吸。那我们后面的一种动作加上了手臂的摆动，好，注意一节一节你的肘腕到手指慢慢的回来，要向远向远伸，再一节一节落，肘腕手慢慢的回来，双臂向远伸，肘腕手指，肘腕手指，眼睛跟手走。好的，反方向向远伸45度，打开，再次的打开，肘腕手指，肘腕手指，双臂，注意要配合呼吸舒展，最后的收势是二位七位，注意七位变三位，手要翻掌，这里很重要，到额头这里，再打开七位呼吸收回。我们再来一次啊，二位七位翻掌到额头，好，打开七位手，放松呼吸，慢慢的收回，注意转动开始的起势。那么应该举哪个手呢？就是你哪个脚，哪一个脚在前我们就做哪个手。好了，我们来试一下哈，挺胸抬头，有一点点的头部的动作向里，好，这样舞姿更漂亮一些，手举到额头，慢慢的迎接下来，向远送出去，抬头落手，再次的打开呼吸，眼跟手走，低头，再次回到起势的位置，
好的，二位，看上面的手，五位，然后交换二位，再到五位，好，打开到七位，这里有个转动擦地，眼跟手走，我要转动，45度反方向来，现在右脚在前，二位，三位，注意是外面的手，到四位，打开五位，抬头落手，向远送出去，呼吸，眼看手指尖，慢慢的低头回来，抬头挺胸，二位，几位呢？这是五位，好的，再经过二位换五位。打开七位，后面的脚擦地，回到一位，要做绕环，七，好，要摆动，打开呼吸，这是双手的绕环，单手也是一样的哦。再来一遍，举起来，眼跟手走，画圆，然后呼吸。接下来就是最后的刚才的摆动啊，我不做了。下面收二位、七位，翻掌到上面，再打开七位，呼吸，收拾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手位组合。好，希望大家勤加练习。好了，今天就学到这儿，再见。